历史上第一批赏金猎人出现在南宋，他们负责维护治安、追捕巡犯，他们拥有执法权，受到民间爱戴。南宋绍兴十一年，奸贼当道，张太尉为了铲除被伪军，陷害忠良，将大将沈确设计害死，为了斩草除根，血洗沈家。少爷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臣而赴临阵征讨，计期三日，理当问斩。你也是被伪军出身，莫非要重蹈覆辙不成？张副等行在重地，又私调重兵，又该当何罪？本官枢密院公文在手，念你是军中同僚，才与你讲讲这番道理。哼，道理莫须有三字，何以服天下？这就是你们讲的道理。不识抬举，格杀勿论。儿子小心，儿子。龙剑手，啊！儿子小心，儿子！娘。娘，你要带着你爹杀出去。娘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不行了。娘，二弟，娘。娘，你一定要活着，找到奸臣，为我们沈家洗冤报仇。娘，小夫人，娘，娘。
追！神武总护军捉拿逆贼，副官命上班。追！三弟，扔了。二弟等等，我们现在穿得太扎眼了。师父，把这些衣服暂借一下。朴尚乐何在？朴娘子不敬万岁。连只鸟都不如，要你何用？张太尉在上，若不是那可恶的烟雾弹，末将定将沈家赶尽杀绝。谁要你去杀人了？我人呢？在哪里？啊，在两淮西路瘦瘦一带。安丰军，那是我朝与大金国的交界地区。莫非他们？马上通知小衙内。严密盘查，发现沈氏三兄弟，马上通报。是，末将这就出发，定将那三兄弟的人头带回。哼，我要他们人头有何用啊？我要的是他们手里面对我不利的证据。去。是，在下一定拿到。一群饭桶。
庆叔，你来真的？疼才能让你长记性，如若实战，你的命便由不得你了。报、啊，史衙内，太尉来信。下去吧。沈晨、沈默、沈君，他们三个不是沈将军的儿子吗？舅舅要我找他们。平安内是这样。走，来一个。来，过去，过去。来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个，走。奸细，带走！哎哎，大人，冤枉！小的是黄忠还的生人，不是奸细啊，大人。带走！哎，大人，不能这样，大人。大哥，这里是金宋边境，巡查最严，我们还是转战去泸州吧。安奉军生虎云集，龙蛇混杂，藏身最好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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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师傅，我快不行了，你们快走，这么下去不行啊。哥，必须进城告要，不然师傅他……城门戒备森严，想必我们几兄弟已经被贼人通缉，我和师傅有伤在身，这么贸然进城必死无疑。听说杀他们易如反掌，可是舅舅那些证据还存活于世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泄露出去？那依你之见呢？把他们放出去。放出去？那他们万一跑了岂不……你没听刚才张成所说，他们身负重伤，想必定要在此休息几日。走，去药房。听说我自有与你离开临安，是舅舅大人把我安排于此，我没见过他们呀。张成认识。师父。哎，哥，哥，大哥，你吐血了。不打紧。哎，弟弟，快拿水来。来，大哥。老弟，哎，快看看师傅如何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哎，这师傅的情况也不好。三弟，啊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必须去弄点药来。可是我们没有钱呢。你要干嘛？我去把它卖了。哎，不行，二哥，你忘了父亲说过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咱们祖传的玉牌不能丢。头，行，总之我一定要把药弄回来。哎，二弟，你回来。哥，行行行，我知道，咱们出了临安城，我一定忍辱负重，搜寻证据。你放心啊。军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
这饿死不掳掠，冻死不拆屋，不偷不抢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弄吗？乞讨啊！这抢劫虽然不算好汉行为，让我乞讨太丢人了。我去，哎，哥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坐坐坐坐坐坐坐下，你赶紧坐好坐好坐好。我去还不行吗？我去乞讨。弟弟，老三，哎，臭小子，哎，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哎，你，冰糖葫芦，哎，姑娘，您看看吧，哎。哎，快走快走！哎，没有，快走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又大又甜的冰糖葫芦。哎，你们干嘛？小子，看你不像我们丐帮的人呢。说，从哪儿来的？我是那个什么你？甭问了，这小子眼瞅着就不是咱这边的人，打他！去！哎呀，老三，住手吧！就你废话多，抢我们地盘是不是？弄死你！弟弟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我刚刚从那边过来，他们闪开！放下！二哥，打得好啊！你啊，以后少惹事儿。不是，是他们打的我。你看我这儿，你看。办正事，走。啊。师傅的脑袋好烫啊，他们再没有药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。跟我走，真要去偷啊？瞧啊，哎，二哥，掌柜的，哎呀，出去出去，要饭也不挑个地方，这是药铺，着什么急啊你？我跟你打个赌啊，有种病，他肯定不知道。嘿嘿，真新鲜了，你这考我来了，那就说说呗。哎，哎，等等，不能白说，你有赌注吗？哎。哎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嗯，有一种病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冷。这冷的时候啊，就跟光着腚坐在冰窟窿上似的；这热的时候啊，就跟光着腚坐在火炕上似的，恨不得把皮都给扒了。
刀剑上，刀剑上不干净，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什么病？金疮中风烬，是吧？啊，拿来吧。哎，急什么呀？赶紧的，去看药，两人份了啊。好嘞。沈君，沈墨，给我进去。哎呀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你，我不是让你去查账吗？怎么查到丐帮兄弟头上了？二位兄弟是哪位长老门生啊？兄弟，我们从樊楼过来。哦，这路上啊遇了点意外，我本就想讨点草药而已，不想饿了大官人。恕罪啊，恕罪。哦，原来是樊楼的弟兄。风帮主近来可好？风帮主啊，风帮主啊，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啊。这兄弟我有幸啊，上学在颍州见过。这承蒙不弃啊，陪他老人家我还喝了三碗酒。是吗？哎，这位兄弟，在下姓史名誉，字庞轩。哎呦喂，史大官人呐、啊，史大官人，幸会。受伤的兄弟何在？何不请进来，让我一尽绵薄之力。哎呀，史大官人呐、啊，这个使不得，我们这帮有帮规，丐帮弟子不得宿于广厦。既如此，哪只？对，没有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一刻不凡二主。再说了，史大官人，你看我们这兄弟这身上最值钱的就这个。钱就算了吧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哎呦，史大官人，你这么抬举，我何以可当啊？今日晚了，不便相陪，改日请务必一聚。行啊，哎，告辞。臭小子，看你挺机灵。那可不，哎，大哥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史衙内哈，他不像是药铺的老板。啊？他会不会是官府的人？你甭管他什么人了，给大哥跟师傅上药要紧啊！对，走。里面的人给我听着，速速出来受降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哎，对，臭小子啊，我看你就不像是个好人。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大哥，沈晨，海兄弟，沈兄，你怎么？说来话长。韩都督，无能累死三军。是。舅舅特意吩咐过，最有可能知道宝物下落的人就是沈晨，而他重伤在身，抓住沈墨沈君也只能是打草惊蛇。冲进去！范特僧，走遍了，没人。沈家兄弟，亏你们
还是将门之后，竟然出这种阴招。他们身负重伤，已经走不远，分头追。是是。韩都头果然说的不错，史衙内是张老贼的爪牙，好险！幸好有二哥你这招空城计加野蛇出动计，不然咱们就被他们一窝端了。哎，你说史衙内那小子年纪轻轻的，这城府深吗？深，太深了，这招怕是瞒不了太久。咱们走。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，是我。哎呦，你俩可算是回来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史衙内的人就会全城搜捕你们，还是赶紧找个栖身之地吧。这跟你走不是更安全吗？哎呀，这几个是我的人，可衙役上其他人全是史衙内的死党。二弟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哎，慢点慢点。慢慢，师父。多谢韩兄弟相助，待他日铲除奸臣，沈臣定登门重谢。多保重。保重。二弟，走。走。师父，不愧是忠臣将门之后啊。都头，丹架该如何处置？哎呀，韩都头。这不是庆忌大人吗？啊，幸会，幸会啊！来的什么人啊？啊，哎呀，我的手下半夜巡查，没想到遇见流民，这不被流民所伤吗？哎呀，咱们继续搜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，兄弟们！这如此说来，沈家兄弟与官家勾结在一起了。嗯，否则何来这官家之间？报，衙内，沈家兄弟全部抓到了。庆忌大人正在全力搜捕，怎奈我们人手太少了。备马，我要去见韩都头。是。大哥。你与韩都头这么多年，他都不敢收留我们，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啊？哎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三弟，只要找到证据，我相信。逃犯四人潜入安丰区，紧闭门户。快快快快，躲起来！哎，师父，走。四名逃犯潜入安丰区。门户，衙门召集大将，勇敢效用，赏金猎人，上街协助官家捉拿逃犯。这官家怎么这么讨厌？二哥，咱们怎么办？不行，得赶紧找个地儿。走，哎，哥，来，师傅。走，仔细点儿。报告大人，没有。继续搜。
是哪儿啊？一个朋友家里边。弟弟，快进去。偷看老娘洗澡，看了就得负责到底。老娘正盼着第八春呢。别！三弟，住手！老弟，你不是说是你朋友家吗？新朋友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新认识的朋友。臭小子！我还以为安风君没个爷们儿呢。不成想还真有贼胆大的，都蔫成这副德行了还色心不改呀、啊、有种。姑娘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们只是路过此地。你们谁先来呀、啊、哎，姑娘，我们只是路过嘛。路过？呸，拿老娘家当大街呀、啊、啊，你们也不打听、我宋三娘这七嫁寡妇是怎么来的。告诉你们，但凡是想跟我好的男人啊，早都去见如来佛了。姑娘，你想什么美事呢？我们几个只是想在你这儿躲躲啊。往常这个时候，三娘应该早就开门了。肯定是有汉子呀，正快活呢吧？去，闭嘴，进去看看。三娘，把门开一下，我们奉命来追捕逃犯，快开门。原来你们是逃犯！你刚才说话，我就宰了你。小三儿，你也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！老说追我们三娘，只见楼梯响。不见人下楼啊，弄得我们这满城的汉子都跟着干流口水。这回倒好，怎么着，让人先拔了头筹了吧？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短命鬼敢碰三娘。三娘，三娘，老娘昨天晚上给你留门你不来，现在来干什么？捉奸啊？你也配？滚！不许笑！走！二弟，放开他！不行，二哥，我放了他，他报官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二哥也是世袭从权呐。我们岳家军视百姓如衣食父母，放开他！大哥，哥，你们是岳元帅的人。大人，情形如何？都搜查过了，没有人。段三，我看你是有私情。大人，我对朝廷可是忠心耿耿，不敢有私情。哼，龙腾，带人继续搜。是，给我来。
分头查找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，走。来，趁热喝吧。哎，谢谢三娘。小心点。哎，哥。来来来，我来吧。喝吧，不烫嘴。来，费心了。三娘，三娘，你们不是查过了吗？怎么没人告诉你们？哼，三娘，今日为何起得这么晚呢？人家刚磨完豆腐，浑身是汗，正准备洗个澡。见鬼呢！这头发分明是刚洗过，准是窝藏了逃犯。哎呀，龙堂，龙堂今日怎么转了性子？难不成想娶三娘啊？三娘，大家都知道你跟段三儿，那你还吃老娘豆腐？例行公事，还不快滚！例行公事。韩都统那边有什么消息？上尉，奇哉怪也。大人，韩都统和我们面和心不和，未必会真心办事。谈的什么人啊？啊，哎呀，我的手下半夜巡查，没想到遇见流民，这不被流民所伤吗？带人继续查找。是，大人，跟我来。三娘深明大义，沈臣在此替众人谢过。不必客气，奴家虽是女流之辈，中间还是分得清楚的。岳元帅和沈大人被奸臣所害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好了，奴家也该开业了，不然啊，怕是要惹人起疑了。多谢三娘照顾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哎，现在外面都在抓你们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更何况你们身上还有伤。这样吧，就在奴家这儿养伤，奴家后院还有一座小屋，你们可以躲在那儿。好啊。抓住逃犯了，韩都头，是不是你把逃犯藏起来了？昨夜我也带着守卫去抓犯人，还伤了两个，这可是你亲眼看到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追？哎呀，
我是想追啊，可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上哪追去？张峰统领，夜不扰民，这可是皇上颁布的戒律。他们不知道，可作为朝廷命官，您不会不知吧？啊？哼！所以我已下令，全城的猎人配合你们捉捕逃犯。沈衙内，这面子我可是给你了啊！韩都头，逃犯身负重伤，逃难于此，身上并无红剑。可是庆帝大人去抓他们时，却有两人中箭，而且是官家之利剑，这作何解释？而且，你曾带人追捕逃犯，逃犯伤人之剑，居然是官家的，这未免太巧合了吧？韩都头，你若敢私藏逃犯，恐怕石将军也保不了你。秦淮两岸经常有金人潜入，我军发射利箭射杀，这种玩意儿随处可见。张副统领未曾来过，可你二人在此居住已久，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！走，慢走，不错。司令。司令。走，娘家，娘家。三娘，你三娘，你藏男人就藏吧，你还一、二、三、四个，四个拖油瓶，你好意思说？哎呦，我的心呐、啊，哎呦，好痛啊！对得起我师兄啊。你师兄跟我结婚第二天就死了，少拿他说事儿。哎呦，三娘，那肥水不流外人田呐，你知道这儿有多少人惦记着你吗？你也没必要找这几个外来的干老户啊！我说你个胆小鬼，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整天说要娶我，哎，你倒是娶啊！我不说等我当上县尉吗？更不会娶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三娘，三娘，你要相信我。他们不会是朝廷正要捉拿的要犯吧？啰里啰嗦。这韩都头太猖狂了，有机会。我一定杀了他。杀了他又如何？石将军会派李都头和王都头来继续跟我作对，总不能都杀吧？莫急，太尉早晚会收拾他。既然明的不好玩，那我就跟他玩阴的。青叔，你派人继续搜查。是。带好银子，准备备马。是。在下史玉，可来拜会。请进。西风郡第一杀手陈靖龙在身边，
子玉有礼了。杀谁？沈晨、沈墨、沈君。接了。要活的。可以，酬金翻三倍。成交。老规矩，三天之内把人抓住。我静候佳音。告辞。三娘，对段三这个人我不是特别了解，你放走了他，他会不会去报于史衙内？他胆小如鼠，好事又怕惹事上身，我谅他不敢。我只是担心那个龙堂啊。放心，他没发现我们。我去看看。韩都头，你们说话，我出去把风。好。韩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史衙内来找过我了，这两天你们可千万别出去啊。老二呢？二弟，都头，怎么样？这外头啊，到处都是眼线，再这么下去啊，迟早要被发现。师父，大哥，要不等天黑，咱们就去河对面，等伤养好了，咱们就回来找那个奸臣的罪证。这山不来救我，我便救山。哎，二哥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啊？你想想啊，这张太尉为什么要杀我们呢？那个，我衙门还有公务，先告辞。告辞。韩兄弟慢走。胆小鬼。三弟，韩都督不过是一介小吏，连从九品都够不上，他能够帮我们已经是很大的人情了。知道了，大哥。二弟，说说你的妙计吧。你还记得父亲书中那张纸吗？你是说能找到奸臣罪证的四样宝物名单？没错。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找到。哎呀，是不是笨呢？这重点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，而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还得考虑后续的连锁反应。这就是一个连环计。对。哥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三娘，设法把风放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平原内大事不好，现在猎人和大将之间有个说法，说是这十几年来岳飞和沈阙之间，他们搜集了太尉和丞相的一些罪证，都藏在那些宝物里面。什么宝物啊？什么玉火琵琶、清明上河图、岳飞的李玄枪，还有武当盟的明王刀。这倒像是绿林贼寇的伎俩。原内，依我之见，此事不管真假，都必须禀报太尉。可是舅舅又是怎么知道那几样宝物在沈家三兄弟手里呢？沈缺是岳飞的心腹爱将，太尉以此作为判断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张成，你火速回到临安，回禀太尉。
三娘，站开！三娘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！去去去！是石衙内的人。进过来刺客了，进过来刺客了，来人呐、啊，进过来刺客了，进过来刺客了，他们在西施豆腐房，西施豆腐房。人呢？在哪儿？好像是在西施豆腐坊。哪儿？西施豆腐坊。西施豆腐坊。豆腐西施可是咱们安丰军的皇娘，不能让他们给抢了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哎，冲！不好了！何事惊慌啊？全城大军都已出动，说要捉拿金国刺客。哦，哼，既然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抬下去。是大王。你不要命了？记住，我们现在是在宋国，我们都是宋国的商人，明白吗？是。娘别怕，断丧来也。三娘，哎，兄弟们，金人在此啊！那穿黑衣服的全都是。无耻！现尊有令，取一个首级，赏银一百两。杀！撤！哎，别怕！站住！三娘，没事吧？放心，我替你去杀了他们。啊，等我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这是出城令牌，马匹在城外等你们，赶紧走。还有你，费心了。那咱们后会有期。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赶紧走吧。韩兄弟，我担心三娘会因此事受牵连，这往后的日子多照应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你们赶紧走。保重，保重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哎，走。驾，驾，驾。这往北百里就是淮河，咱们来个迂回，南辕北辙。好，沈墨，沈墨，
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张晋，你爷爷我也恭候你多时。张晋，拿命来。给我追！大哥，他们快追过来了！这南下之路肯定被神武军给封锁，北京之计只有渡河。对面可是金国，这一去，怕是回不来了。师父，先躲开追兵再说。哎，大哥，有船。走。什么人？平亮船家，某乃安丰军副统帅，现在征用你的船只。好说，船家，开船。是。我命令你们停船，给我停船！还敢说没有跟金国勾结？这下铁证如山，看你们如何狡辩。东梁，抓不到人，该如何交代？给我征调船只，给我追过去。是。何人追杀你们呀？嗨，说来话长啊。我们被官家的人追杀。敢问兄台欲往何处？健康府。哟，巧了，我们也去健康。你们不是安丰军的人吧？你也不是健康府的人吧？哎呦，大哥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你家茅房在哪儿啊？哦，就在船舱之内。啊啊，谢谢，快去吧，谢谢。看来我们都是有遭遇的人呐。敢问兄台去健康所谓何事？此乃是京宋交界之地，自然是去花眼做生意了。哈哈，那敢问仁兄台府上下？天然与我亦灵通，还与人间事不同。若使我家真姓氏，大富难逃一点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哦，好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他们不是史衙内的人，杀了他们。他们绝非等闲之人，我们众人在身，不能招惹是非。下船以后，想办法甩了他们。是。哎呀，各位兄台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没有什么酒水，只好以茶代酒了啊！各位兄台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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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兄台先。哎，来者是客，还是兄台先说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敢问兄台，此次前往花野是做何生意？哎，毛手毛脚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无妨无妨。此次我们在宋国淘换了一些宋国的土特产，拿到花野卖给金人，赚点辛苦钱呐。那可真是够不容易的。养家糊口嘛，彼此彼此啊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小心点。多谢兄台相助，就此别过。好说好说。请。天然与我一通灵，还与人间事不同。他们听起来鬼气森森的，似乎不同于人类。此人口音有些奇怪，像是来自北地。哥，这厮不是中原人吗？要是我家真姓字，大字南头一点红。这里暗示谜语采用试行法，或许还要加上上下虚格。南头一点红，这个字是大王加两点，金。金大王，师父，此人是金大王。怪不得，我刚刚在船上发现了几口箱子，里面放了汴梁城的布防图，这厮是细作，绝不能让他回到金国。你们也休想回到安丰军。姑娘，你为何追杀我们？杀人还需要理由吗？啊，原来是个杀手。那我们刚刚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厮是个金国细作，随身携带了大量我大宋的军事情报，这一旦让他回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休想耍诡计，不受擒，明年此时就是你们的忌日。三弟跟紧我，寻迹好花野会合，一个都别想走，给我杀！苗家家的力气这么大，有本事来追我呀！师父，走。你个缩头乌龟，你除了会逃跑，你还会什么？会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呀！你，
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别靠近我！你有病啊！别打我！你要松手，咱俩都完蛋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咱俩一起掉下来的，你问我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是你耍无赖的话，能掉下来吗？这叫报应！哎呀，好好好，算我回行了吧？咱俩打了好几个回合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你管我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哪个英雄好汉不敢报自己的名字啊？除非你，我叫陈静农。陈静农啊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告诉你，我叫沈墨。谁关心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这样，我把你撑住了啊！你把下边那竹签给拔了。我拔？你怎么不去拔啊？其实我是这么想的，但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我就秃噜嘴了。你个无赖流氓！哎，不评了不评了，来，撑住了。哎呦！哪里咬我？陈金龙，你干嘛松手啊？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没大事。大哥，二哥被那个女贼追那边去了。你二哥的武功对付那女贼绰绰有余，眼下最重要的是那个金国大宝。师傅，我们必须前往花野。好，走，走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我的腰！真是无耻，混蛋！你看你陈金龙怎么老爱生气呢？我刚刚那是故意给你杀我的机会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还你一命，咱俩现在两清。喜安内给你多少钱？哎，不说，我就想知道我值多少钱。5万贯。5万贯？你这买卖你亏大发了，你知道吧？哼，别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要知道我身上有什么，你就不只要5万贯了。我看你这浑身上下除了这把剑，你还有什么呀？一个太尉值多少钱？无量可估。我手上有张太尉通敌叛国的证据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难道你想扳倒张太尉？不然呢？不然史衙内他杀我干什么呀？史衙内？他跟张太尉有什么关系？他俩啊，一个外甥，一个舅舅。沈墨，如果你真能扳倒张太尉，我可以不杀你。看样子我多了个盟友啊。哎，二哥，哎，弟弟，大哥，四哥，嘿。二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句话，这位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陈静农，陈姑娘。这是我大哥沈晨，我三弟沈君。陈姑娘和张太尉是血仇，不共戴天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哥，师傅呢？啊，我们来的路上发现了张静的行踪，师傅前去打探。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。哦，哎，师傅回来了。好，志同道合之人。张进现在有手下20多人，乔装成轻骑兵，住在镇东一所宅院里。弟弟啊，你的宝贝呢？我已经做了16个，绝对把他们炸得落花流水。16个，够了。我们给他来一个驱狼吞虎。主意不错。三弟，张进，狗贼，出来受死了！
你自己？呵呵，你这么大阵势啊，我怎么敢自己来啊？那你是想诱敌了？然也，敢不敢接招啊？你们还能从哪儿找到援兵啊？莫非是金人？哎，张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沈墨这辈子什么都敢做，就是不做卖国贼。好，就冲你这爽快劲儿，我就给你一次单独一战的机会。过来，给我追追，拿走我，别跑，别跑，站住站住。大王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外头有队行军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。哦，来得这么快，来者不善呐，一定是冲这些东西来的。白小子，走。是是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二哥，沈墨吗？给我杀过去！杀！保护本王，保箱子，去运，杀！走，走，张晋，我已经在此等候你多时了。想不到啊，你们沈家兄弟也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段骗我出来与金人厮杀。张晋，就你也配提卑鄙？今天我就要为沈家三十二口取你人头。好啊，拿着炸药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把这些歪门邪道东西扔了，咱们单打独斗，用我的宝贝炸死你，太便宜了。三弟，行不行？二哥，给我上！
听到吧，今日把这些东西留下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。既然知道了本王的身份，那你就应该明白，本王此次来你们大宋，就是为了这些东西。你只要让我把它带走，你想要的荣华富贵，本王都可以恩赐于你。我乃大宋岳家军之人，你所谓的荣华富贵，我可无福享受。好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上！呀！你师父已经去追了，快去接应。保护好箱子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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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父。我快不行了，为你们沈家心愿报仇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们两个。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。师父，我们父母已经不在了，我们早就把你当作亲生父亲了。师父，你们一定要秉承岳家军的精神，不要辜负父亲对你们的期望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现在不能走，你走了沈家的柱子就倒了，徒儿扛不起来呀。师父，再说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允许你走的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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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分布图，幸亏我们从金人手里夺回了这些，不然后果真是不堪。幸好三弟发现的及时，小子可以啊。你们三兄弟真是立了大功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臣、沈默、沈君尔等追缴本朝密文有功，特免罪责，赐安丰军赏金猎人身份，赏银一千，宅院一座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恭喜恭喜啊。多谢多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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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。听闻沈家兄弟护国有功，特意前来道贺。恭喜你小子。哎，二弟，今儿什么日子？来者是客。沈家兄弟，你们戴着流民的帽子来到此地，我捉拿你们也是为国尽忠效力，不是？还望三位英雄理解包涵。理解理解。沈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少来这套。哎，这谁人不知你是那个奸臣张太尉的外甥，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啊。什么？你沈默兄言重了，你父亲不也是朝廷罪臣吗？你们不也？我二弟乃性情中人，言语不当之处还望多包涵。对对对对对，咱们一码归一码吧，是不是？还望你们二位携手合作，共御外敌啊。携手合作共御外敌，改日我定登门拜访。告辞。后会有期，日后我们还会经常相见。衙内，趁他们兄弟都在，一
不做二不休，宰了他们。急什么？杀了他们容易，可寻找张军那四样宝物呢？那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二弟，这次你中意了吧？区区一个赏金猎人，五品无职无俸禄的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嘿，你懂什么呀？这赏金猎人啊，自由自在，还有执法权，又不用受官场那股子肮脏气，这不比作为一个武将舒服多了？哎，看咱大哥做了个猎人副将。哟，三兄弟神气呀！三娘。多谢你救命之恩，我们沈家兄弟没齿难忘。祝贺祝贺祝贺啊！三兄弟，哎呀，今天晚上好，咱们不醉不归。谢韩都头，我们呢、只是赏金猎人，没什么可贺的。老三，哎呀，如今啊，整个秦淮两岸，谁人不知道你们沈家三兄弟的威名啊？就凭夺回了这三箱子情报，那做个统治也是绰绰有余嘛。兄弟，猎人着实是委屈了。别，韩都头，我们几个很知足。好，我不知足。哇！什么？你想点死我呀？你给我滚进来！好不好玩啊？什么？你给我滚下去！哎呀，素儿妹妹，
你说这一路上吧，你总是唉声叹气的，我在那儿吹的小曲儿都不能博你欢颜了。哎，这再往前走可就到安丰军了。你要不想嫁给史玉那坏小子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他舅舅乃当朝太尉，父亲要将我许配给他，定是有难言之苦的，我又能怎么样啊？不然就嫁给我呗。反正我们沈家与他已经不共戴天了，我也不怕多此一筹啊。就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什么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沈墨可是如今天下最牛又会吹曲儿的赏金猎人。对，你最牛，你最擅长的就是吹牛。对，坐啊。宣布杀掉五六活口。给我杀掉，老虎小姐！杀！怎么回事？别乱跑！大哥，三弟，你二哥奉命去京城迎亲，是否今日该回来了？说的是今天。哎，大哥，二哥与素儿姐姐从小青梅竹马，指腹为婚，如今素儿姐姐被官家钦点为史衙内的妻子，你不觉得这里面颇费思量吗？如今奸臣当道，想必苏家也是有难言之隐吧。大哥，我去迎迎二哥。快点，苏小姐走。肝胆相照，青天可见。分头给我找苏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们下去看看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苏儿姐姐，是我，陈玉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就被歹人杀害了。哎，多谢陈姑娘搭救，小生这厢感激不尽，改日登门叩谢。哎，你这火急火燎的，他们为什么追杀你啊？孩子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那个，你先回你的西风去啊。哎，沈墨，快！怎么样？里边没人。大哥，人呢？我俩追着悬崖边，本以为那苏儿跳崖了，我俩下去分头去找，可是没找到人。继续查找，找不到人，谁都活不了。是，走。这点功夫还敢出来杀人？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怎么样？沈衙内，这是何意？案犯沈墨，谋杀朝廷命官之女苏儿，犯下死罪，杀！且慢，我二弟与苏儿自幼就有婚约，他怎么可能谋杀他？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。案犯沈墨奉命去临安接苏儿，归途中将其谋害，畏罪潜逃，官家正全力缉捕于他，若肯窝藏，定当死罪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沈晨，这个世上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事，就像你父亲原为本朝忠臣，却与那贼相岳飞结党营私，忤逆朝政，这难道还不是事儿吗？去！你舅舅张太尉害死多少忠臣贤良？这句话从你嘴中说出，你不觉得害臊？来人，搜！沈衙内，还是等我二弟回来，我带他去衙门，自会阐述清白。臣，身正不怕影斜，做贼难免心虚。不过沈墨没有杀苏儿。何惧搜查呢？请便。有搜。
乎没有发现案犯。禀报衙内，东屋、堂屋、伙房没有发现疑犯踪迹。把案犯亲属沈晨带走。是是。衙内，我朝早已废除株连，你没有权利抓我。沈晨，史衙内作为赏金猎人、大将头领，朝廷已授权他追杀苏儿被杀一案。他带你走，也是为了配合追查凶犯。既然你口口声声为沈默辩解无罪，跟他走一趟又何妨？也罢，带走。小心！大哥，走。追追追追！三弟，等一下。大哥，走吧。三弟。快去找你二哥，全死了啊！二哥下落不明，大哥，我们走吧。三弟，你快走！大哥，抓住他们！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三弟，大哥，他们明明就是陷害我们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若走了，这莫须有的罪名岂不被他们坐实了？把他们带走。苏儿的尸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加派人手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你派人在这里等着，沈默一出现，马上去拿。是。苏儿。快点！进去。将他们兄弟二人，严加看管。是。兄弟，请你速回去禀报太尉，让他老人家放心。十日之内。我定将沈家兄弟连同四样宝物一同奉上，我已留下精兵一百，随时听从你的调遣。告辞。沈家兄弟虽落难于此，却彰显英雄之豪气，小弟始于佩服有加。这碗酒原本是我和苏儿的喜酒，没想到落得如此尴尬之境地。盘古开天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非曲直，孰是孰非，莫过于道理。天作孽，犹可为；人作孽，不可还。沈兄果然好文采，小弟自愧不如。这碗酒，只为英雄相惜。我敬你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这酒就免了吧。沈晨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混账，我与沈家兄弟乃英雄豪杰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还不滚开。
你们凭什么抓人？让开，让我进去。放他进来。大哥，三娘来了。这酒还是留给你们兄弟三人上路时再饮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冤枉好人！大宋可有戒律，冤枉好人不得好死。三娘可好？好能到这儿来。是衙内，大宋可有戒律，禁止连庄连坐。沈默杀人，你抓他们俩干什么？朝廷戒律，我只是服从罢了。三娘，沈郎，他们有没有折磨你？鸡鸭鱼肉倒是一样不少啊。我就知道你要来。所以已经为你们备好了酒菜。嗯，鸡鸭鱼肉再好，也好不过我豆腐西施的一清二白，对吧？史衙内，把牢房门打开。让你进来，已经是给足沈晨面子了。把牢房门打开，恐怕不妥吧？那老娘自己喂总可以吧？衙内，他们分明就想羞辱于你，我把他们全带出去，各打五十大板。走。沈郎。三娘，设法找到二弟，让他查出真凶。三娘，让二哥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哥，三弟，大胆沈默，谋害朝廷命官之女苏儿，即刻收押。胡说八道，苏儿与我指腹为婚，我怎能加害于她？人证物证均在，还敢狡辩？带走。喂，站住。
小丫头，你倒是跑得挺快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害我？阎王爷看上你了，派我们来提亲。本姑娘在此，你们休得无礼。就凭你，赶紧给我滚开，否则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姑娘，快往山下跑。想跑？哎，你醒醒，你没事吧？三弟，在找你二哥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到那儿一看，地上全是尸体，苏儿姐姐也不见了，也没见着二哥。你二哥的性格虽然冲动，但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，莫过于担心。哎，大哥，那你觉得二哥会去哪儿呢？二弟，三娘，哎，别过来！二弟，我大哥他们呢？大哥和三弟被他们抓了。快走开！二弟，什么你？你打！都请进，各位看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
兄弟的冤屈我永远查不清。照顾不了你啊。你这个大鸡毛胆子来追我呀。杨婆婆，她这姑娘气血紊乱，一定是受到了惊吓，不过没有什么大碍。莫非她就是沈墨急匆匆要找的人吗？你看看她这佩戴，定是出自名门望族。你再看她这穿戴，一定是和沈墨前去拜堂成亲的。不行，那要赶紧把他叫醒，然后送到沈家。你看看你，再大的事情，也要等他醒来，再做商量啊。锦农啊，你为沈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现在啊，我还真是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呢。沈墨，沈墨，沈墨，快来救我！沈墨，沈墨，快救我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们是谁？不要过来！别怕，姑娘别怕。我是陈静农，这位是杨婆婆。你认识沈墨？沈墨，沈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找他！你看看你这小姑娘，静农救了你，你不向他道谢，反而要让他带你去见
见那个沈墨。哼，早知如此，我们呀就不该救你。陈姑娘，谢谢你搭救，素儿莫齿难忘。我救你，就没想过你要谢我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那些蒙面人要追杀你？我和沈墨自临安城来，这一路上本来很安全，可是没想到快到了安丰军境地的时候，却突遭横祸。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。你是临安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，我当然是要帮你了。你与我非亲非故，我为何要你来帮我？我又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我为何要信你啊？就凭我救了你的命，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信任我吗？连日来我遭遇太多的变故，一时间我也不能理清头绪，该信谁不该信谁我也不知道了。其实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姑娘，我看你谈吐气质不俗，又是从临安城来的，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你就是翰林大学士苏宗儒的女儿苏儿吧？你认识我的父亲？不认识，我呀也只是听说过而已。若是听说又不认识，那为何您能说得如此详尽啊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哎，韩都督，你给我出来！史衙内跟庆忌为什么要抓我哥？你是要吓死我呀？啊！行，我问你啊，你身为安丰军的青天大老爷，你为什么不管？是，我为什么不管？哎呀，你庆大人到！哎呦，这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啊！行了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哟，庆忌大人，韩都头，你这是要杀谁呀？哎呀，什么杀谁呀？我是在读李白的侠客行。这庆忌大人光临寒舍，所谓何事啊？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迅速命令全城赏金猎人。全力缉捕案犯沈墨。哎，这么说，沈墨是真的杀了苏儿？韩都头，别跟我装疯卖傻。朝廷指令你也看过，难不成是假的吗？什么声音？那个。来人！大人，令全城猎人全力追捕沈墨。是。哎，庆忌大人，这是何必？
命令我已经传达了。还有何事啊？韩都头，沈家三兄弟的事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告辞，慢走。不送。这庆忌简直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的，胡说八道！小点声！来，你过来，你先给我坐下。沈墨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苏儿是不是你杀的？我与苏儿指腹为婚，青梅竹马，换你，你会杀吗？啊？但你说苏儿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说是吧？那你就告诉我沈墨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找他。早年间，我就在临安听说过你父亲的为人，说他在朝中为人低调清廉，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可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你又是怎么从临安来到此地的？十天前，张太尉宴请我父亲去吃酒，没想到父亲回来后，却突然要将我许配给史玉。我自然是不从的，就与父亲大闹了一场。不曾想，父亲却以泪洗面，心事不安。我也是心疼父亲，谅他定是有难言之隐，便也答应了。那沈墨为何又苦苦寻你呢？从临安来安奉君路途遥远，我父亲便请他前来护送我去过史衙内完婚。没想到这刚到安奉君的地界，却惨遭横祸。为什么是沈墨奉旨来护送你呢？我家和沈家是世家，我与沈墨本是指腹为婚，既有婚约，那沈墨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，所以才派他前来吧。原来如此啊。婆婆，这是张太尉的圈套。完了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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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无对证啊！这下我看是谁也救不了你大哥和你三弟了。你先把我大哥跟三弟给放了。我不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劫狱把你给打伤了，你也好有个交代，行不行？问题他们就没在衙门，劫狱没在衙门，你是掌管衙门的都头，这整个安丰军都归你管，没关系，这关哪？小点声。跟你说实话，别动！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事是朝廷直接任命史衙内去负责，我就压根插不了手嘛。你插不了手，那刚刚庆忌老儿为什么要你发号施令给猎人？因为猎人知道是抓你们兄弟，他们不想拿这个赏钱嘛，所以他们才逼我。我哥到底在哪？沈墨，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哥在哪儿，我真不知道。哎，哎，婆婆，哎你，哎，哎婆婆，你放开我！放心吧。等沈墨来的时候，定会放你走的。沈墨他知道这里啊？有缘之人，早晚都会见面的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三更喽，关好门窗，小心火烛。让那小娘们给逃走了。那蓝衣女子功夫实在太了得，好几个兄弟都死在她手里。
我也是拼了全力，在那武功血刃一筹。你确定那是个女的？那女子是否用的长剑？没错。哎，杨奶，你还记得西风郡那个陈静农吗？陈静农最近沈墨与他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，此女子一定是他。不管是谁，抓住苏儿，定会找到沈墨。受苦了，衙内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接到你的指令，我飞马而来，就没打算囫囵的回去。我战死是小事，但不能耽误了您的大事。如果我不回来禀报，那蓝衣女子万一与沈墨联手，岂不更加麻烦？好，既如此，你现在就去沈家藏着，切记，如有来人，不要惊动。只要抓住苏儿，我们就一切好办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今夜花好月圆，想到沈家兄弟生死相依，沈晨、沈君在此，想那沈墨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咱们就做个守株待兔，一网打尽。是我，是我。哎，你怎么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随我来，走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所以就在那儿守着。你的脸，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，我定能被那蚊子给吃了。这看上去不像是被蚊子，被庆亲的狗东西给打的。哎，沈墨没去找你帮忙吗？
八个时辰了，怎么都没有人？我让那小子去查杀害苏儿的凶手，我想他在此地无亲无友无依无靠，肯定会去找你帮忙啊。可他，三娘放心，苏儿在我这儿。沈墨他，哎呀，别提了，沈晨和沈君被史衙内抓走了。你说沈墨会不会去救他们哥俩呀？他们被关在哪儿？史衙内家后院的牢房里。我现在就去救他们。哎，静农，我和你一块儿去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大人，衙内不在房内。果然是被劫持了，赶紧分头找。是。干什么呢？膳房的伙计，史衙内叫我来送个酒。好，进去吧。是吧？二位大哥啊。这喝水呢？哎呦，这么辛苦，怎么能没酒呢？哎，衙内啊，让我送来一壶好酒孝敬二位啊。好酒，好酒，不错吧？三弟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小伙子挺懂事儿啊。慢慢，哎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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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时辰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来，咱俩先喝两口，垫垫肚子。哎，来来来，来。哎，大哥，好像是二哥来了。不好啊，怎么了？这酒不错哈。嗯，不错，是好酒。有可能会中了石衙内的圈套。庆叔，衙内可找到你了。怎么是你？沈墨来了吗？他早来了，不知又跑到哪里去了。我怕打草惊蛇，不敢全员自搜，可迟迟没见他劫狱，我担心他是不是要劫持你。我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要来劫我定跟他拼了。他是不是发现你们了？我早已跟手下下过命令，就算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会出来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一定没有发现我们。可这个迟迟不见他动手，沈墨他足智多谋，会不会牢房？我们去牢房看看。走。接着喝。哎，二哥，大哥，弟弟，二弟，可算见着你了。现在这外头全是伏兵，咱们趁他们没醒，赶紧出去。二弟，二弟，我们不能走。啊，大哥，你疯了吧？我好不容易进来，你就不走了？二弟，你听我说，苏儿被杀一事，定是被人栽赃陷害。如果我们此时走了，无疑就是告诉世人，沈家兄弟杀了苏儿。到时官府定会通缉我们，我们兄弟几时才能为父亲报仇雪？可是二弟，尽快找到证据，还我沈家兄弟清白。二哥，你快走，我和大哥留在这儿，
你一定要找到凶手啊！哎呦，二弟，听大哥的。哇，沈墨也进来了。我一定尽快查到杀苏儿的凶手，给大哥跟弟弟洗清冤屈，给苏儿妹妹报仇。抓住沈梦，二哥快走！白天让你逃脱是你侥幸，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逃，给我拿下！二弟，再见，金毛。放开衙内，二弟，走啊，把他放下。二哥小心呐、啊！主帅，站住！二哥，对，快，站住！立马，站住！站住！秦琪，别追了，那个人棍法超群，你们一群人上去拦他不住，即便追上又何妨？我就不信了，那个沈晨、沈君都在这儿，他沈墨一定会回来。走，回去。枪扎一条线，棍扫一大片。看那人棍法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难道沈墨真的找到了世外高人？你现在就去客栈，把那些官兵全给我叫来。我就不信了，还抓不着沈墨。这沈墨诡计多端，刚才咱们那么多人都被他耍了。我看。不如给他们来个引蛇出洞。不好了，那个持棍高人又回来了。什么？去看看。你谁还敢来？来呀！宋三娘，快放了沈晨，老娘饶你们不死。如若不然，当心老娘手里的棍。宋三娘，真没看出来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世外高人啊。别以为老娘只会做豆腐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少废话，快放人。把他捆起来，关进牢房。你们谁敢？起来，放开我。
放开我！起来！果然被我猜中了。韩都督，兄弟，这次我韩某人记在心里了，多谢。有话快说，别耽搁太久，告辞。韩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墨来找过我了。哎，韩都督，那我二哥现在怎么样？你们放心，沈墨他没事儿。他来找我，就是想知道你们被关在哪。可是当时我也着急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走之后，我在想，你们既然是被石玉所抓，那肯定就关在这儿。哎，那苏儿姐姐呢？沈墨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韩兄弟，我二弟他人现在在何处？我们俩分开之后，他就再没找过我。有了韩兄弟，如果再见到我二弟，务必告诉他，遇事一定要冷静，且不可冲动，以防中了石玉的圈套。你放心，我若见到他，一定告诉他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告辞了。找机会我一定来看你们。告辞，多谢了。陈金龙，陈金龙，沈氏三兄弟杀害翰林学士之女，沈臣、沈君今日有实问斩，提供沈墨线索，赏银300两。哎呦，300两呢？啊，这么多呀！对不起。陈金龙，陈金龙，陈金龙，他出去办事了，还没有回来呢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，你就是沈墨吧？啊，哎，您是？你看，那边有你一个故知。苏儿，他还活着呢。苏儿，苏儿，苏儿妹妹，来来，我看看看，太好了，你还没死啊，太好了。你就那么想我死啊？啊，怎么了？还好吧？没事，想伤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我去悬崖边找你知道吧，就看到一只鞋在那。后来我又去悬崖下边找，根本就找不到，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。哎，你，别！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当天那几个蒙面人对我穷追不舍。浩平在前面，他跟我追上去。站住！站住！看来他跳崖自尽了，倒也是，咱们兄弟俩也算省事了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就这样，我侥幸逃过了一劫，可
谁知道我一下山就又遇上了他们，刀刀置我于死地，下手毒辣。多亏了陈姑娘，她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。陈静农，他好像很喜欢你啊。别瞎说。哎，素儿，你这平日久居深宅的，素日也未曾与江湖上的帮派结怨，怎么他们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啊？这其中啊，定是有诈。你还是尽快跟我回临安，禀报我的父亲，让他派人查探。只要你活着，就是最好的证人。他们这些人，摆明就是来要我的命的，怎么就成证人了呀？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我大哥跟三弟，就是因为你，被史衙内抓进牢房里头了。又不是他们要杀我，他凭什么抓大哥和三弟啊？哼！哎，你干嘛去？哎，素儿，素素儿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石玉要人啊。哎，我说你性子比我还急了。这件事我总觉得史玉那小子是脱不了干系，但咱们即便要去，是不是得好好计划一下啊？猴急的。沈梦，静农，这次多谢你救了我跟素儿，待我救出。官家与张宝，今日有时之前，你要不去投案，你大哥和三弟就要被押到刑场问斩。有时之前？嗯。你们跑不掉了！果然都在这里。你们是谁？索命的阎罗王。给我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到底是谁？你这好歹的家伙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！留下一个活口，回去报信也好。这些人到底是谁啊？一心想置苏儿于死地，还没有看出来吗？他们虽然要杀苏儿，但是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苏儿，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，目的是要加害于你们兄弟三人。马三也死了，以后我们丐帮左舵就完蛋了。什么？饭桶，全是饭桶！青大人，技不如人，也不能怪他。还是史大人大量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马上带人分散到人群中，等沈墨苏儿一到，速度将其杀掉灭口。事成之后，我定有重赏。谢史大人，我这就带人去。请进。你马上传令官家精兵，等他们一过来，速度关闭所有城门。是。决战的时候到了。沈墨，你我来世定做兄弟。
婆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今日一去，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。您万万保重啊。嗯，路上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婆婆告辞。走吧。嗯。哎，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陈俊龙哪儿去了？我可是听婆婆说，你们一见面就吵，一分开就想啊。哎，谁想他了？随口一说。信才怪呢。苏儿，别误会啊，咱俩从小都只是未婚的，是不是？在我心里头，你就是我娘子。哎呦，瞧你这一步三回头的，我才不要做你娘子。苏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父母之命啊，你要违背了。走天谴的。哎呦，你就少贫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呀。陈继农嘛。哎，我这真没想到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我都没想到。啊，没想，没想，没想。我不想他，谁想他？哎呀，快走吧。哎，你们两个来吃饭了。明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这是你们最后一顿饭了。多吃点啊，吃饱了好上路。你们两个路上也算有个伴儿。大哥，来吃点。事到如今，落到这般地步，让我有何颜面去见在天之灵的父母和师父？他们临行前嘱托我照顾好你二哥和你，可现在连你二哥在哪我都不知道。还有三娘，大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自从我们沈家遭奸人所害，你为了洗清沈家的冤屈，忍辱负重，你可不要太过自责了。如今张太尉还在临安城一手遮天，欺君瞒上，真是天道不公啊。张太尉这厮欠我们沈家太多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但愿二哥能逃过此劫。三弟，来，喝了这碗酒，下辈子再做兄弟。大哥，下辈子你还是我大哥。干！三娘，冤枉啊，冤枉！沈家兄弟被人栽赃陷害，这是冤枉啊！沈郎，三娘，快离开这里，别受牵连。沈郎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不能扔下你不管。三娘，好好活下去，给我出去。沈郎，沈郎，你们放开我！是我的命太硬，是我害了你，沈郎，放开我，沈郎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。
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取酒来。别动啊！我们沈家从来不杀官家的人，赶紧给我闪开，不然伤着你们了。二弟，只要拿到奸臣的罪证，我和三弟死而无憾。快走，抓住凶犯沈默，一起斩首，没力可斩。二哥，快走啊！走。你若再不停手，我便将你兄弟二人就地正法。二弟、三弟，大哥没保护好你们，对不住了。嗨，这头掉了板大个疤，一会儿啊，等咱们做了鬼，咱们就去临安找那张老贼算账去。大哥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死一起死，要活咱们一起搏。好兄弟，沈家三兄弟蓄意谋害朝廷命官之女，罪重当诛，皆囚车者斩立决。时辰到，斩！陈继农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在这胡闹，回去。我敬佩你们沈家兄弟，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上路。我不值得你这么做，走啊！我不管是否值得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要死一起死。哎呀，你救不了我们的，走！给我拿下！陈姑娘，陈总。你们沈家兄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陈静农能跟你们一起上路，值了。陈静农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快走。
点了，走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陈姑娘，小心！金童，金童，没事吧，杨伯伯？让他们住手，否则我杀了你。你还活着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史玉啊。苏儿，你我虽未谋面，当我接到婚书那日起，我便对你日思夜想。得知你被沈墨所杀的消息之后，我是心如刀绞啊！只要杀了那个混蛋，替你机灵。混蛋！史玉，你休得胡言！我莫名无辜被歹人劫杀，是多亏了陈姑娘、沈墨还有杨婆婆救了我。你现在却恩将仇报，还诬陷他们沈氏兄弟，天理何在？苏儿，我真是我。
什么意思啊？这分明就是杀人灭口。经查证，婆婆，你分明知道杀苏儿是张太尉祸害沈家兄弟的毒招，为什么不揭穿呢？死无对证，就是闹到皇帝那里，也只是空口无凭。更何况，只是暂时救了沈家兄弟的性命，这也是万全之计。我就不信张太尉他可以一手遮天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杨婆婆，搭救之恩，沈家兄弟莫齿难忘。免礼免礼。靖农，走。撤撤。咦，沈晨，快带苏儿去临安县禀报，否则你们沈家又有麻烦了。多谢巡视官大人。婆婆，这位巡视官大人来去神秘，一定是身怀绝技之人吧？说的是，他可是杨家将杨宗保的后代。啊、哦，敢问婆婆，这位英雄的后人您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乃杨家烧火丫头杨排风的先子贤孙。老英雄，受晚辈一拜。免礼免礼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哎，婆婆，您和我父亲也认识啊？我和你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啊，是吗？苏儿，后会有期。嗯，静龙姐姐，等你有空了，你就让沈墨带你到临安来找我玩。好，一路平安。嗯。哎，静龙，静龙，我送完苏儿，我去找你啊。不必了。哎，金龙姐姐，我替你答应了。哎，二弟，走了。沈郎，哎，等会儿。等我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总扔下我啊？你怎么来了，三娘？我说你们兄弟几个，我做了一桌西施豆腐大宴等你们回去给你们庆功，你们倒好，又扔下我一个人。幸亏我和韩都督跑得快，都别吃。行了，菜还没凉呢，回去跟我啊吃饱喝足了再赶路啊！谢谢嫂嫂。哎，你叫我什么？嫂嫂啊。辛苦啊！你们几个？哎。